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，别看屯子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邻里乡亲挺和睦，老少爷们更合群儿。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儿，朋友们如果是有兴趣啊，我领你认识认识，哎，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儿啊。上班啊？嗯，走了。老胡，哎，走，上班了。走。嗯。要不我开吧？不用，你坐的，我开就行。啊，没事儿。我开吧，我在家也没啥事儿，开完我再把车开回来，行吗？不用，你还在家做饭呢。老胡啊，你搁后边坐呗，后边像老板。像啥老板？我坐后头，要不成我司机了，多不好啊！他手法不好，注意力不集中。行，别乱说话啊，就是你注意安全。腿疼。哎呀，哎，拯救二哥那计划怎么样了？不怎么样。坐。哎呀，进行到哪一步了？无路可走了。你说我真服他了，喝酒喝不过他，跑步也跑不过他，再这么下去呀、啊，他病没等好。给我整抑郁了。这我二哥有病以后，各方面能力还都提高了呢。是啊，你这是咋回事呢？这小子，哎呀，我都没招了。哎，你也不容易啊，大哥，他没招。你说为了二哥这病，辛苦点吧，啊？这样不行了，得换招了。解铃还需系铃人呐。我给他来个单刀赴会，釜底抽薪。啥意思啊？我就会会小爽。爽啊，就跟你说实话啊，就是我来呢是替我二弟当说客的啊。他现在这种状态呀，就是活着就是一个躯壳，魂魄已经飞到九霄云外了。他这个心病，这个心病呢，还得用心来医。解铃还需系铃人，你就是系铃的那个人，你拯救他吧。现在啥样了？现在就是穿个唐装，手里边拿个诗书，成天背诗书啊。就是你再不救他，这个人就要废了。就是这不抑郁症吗？所以说我来就是请你啊，就是。跟他俩就是沟通沟通。峰哥，我是这么认为的，我觉得长痛不如短痛。你说我现在要是去劝大个儿去，大个儿完了再误会我，以为我回来找他呢。
那不就更完了吗？这我就纳闷了，大个儿，你说我兄弟，论家庭条件，论长相，论个头，方方面面的，能配得上你呀？你怎么就是处不了的跟他呀？我觉得这个爱情啊，是两个人特别有感觉，他不是用金钱条件什么来衡量的。峰哥知道你不物质，但是你得现实点啊！你跟他俩以后，那你最起码得少奋斗20年吧，对不对？这很现实、很正常的一件事情。这种条件你还挑剔，你再不跟我二弟处，我说一句你不爱听的话，你也别有啥想法，也别生气。你这，你有点拿把，你得装了。峰哥，这条件还。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我就跟你说道说道，你给评评理行不行？你说吧。我不是没给过大个机会啊。有一回我俩去逛街，坐车去的，然后呢我就够不着那车上面那扶手，我就跟大个说，我说大个，我够不着那个扶手，你猜他咋的？掐我俩膀子给我挂上了。这个事儿要放在你身上，你该怎么做？这。你希望应该是怎么做呢？要搞一般的情侣啊，就够不着那个环儿，他肯定他会抓住那个扶手，然后抱着我呀，或者是哎呀，别怕摔着，别怕挤着，怕碰着啥的，你不得这样吗？啊，你希望是这么做？对呀，要放在你身上，你该怎么做呢？我也得和我二弟是一样做，也得给你挂上。你问姐是因为啥呢？因为你讲啊，首先，你们俩选择的交通工具就不对。为什么坐公交车？不是没有条件开车，或者是打车，对吧？坐公交车是为了什么呀？对不对？还有一点，人那么多，你们俩的感情还没达到夫体上接触的那个程度，他一旦搂着你的腰，这时候把着那个杆儿是吧？杆儿往绷你腰了。这时候万一你再说的渣男耍流氓，原来跟我接触原来是为了搂我的腰，搂我的腰得寸进尺，将来还有非分之想吗？怕你多想，还没达到那种程度，只要结婚那天达到一定程度了，夫妻接触搂你一下抱你一下 OK， 这是没毛病啊，这是个非常好的多么纯洁的一个男人呐、啊、手上行行行行行，峰哥就按你这么理解啊，他尊重我行不行？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、还有一回啊，我再跟你说一个啊，我俩去广场上滑那个旱冰，嗯，我滑着，他在边上看着我，突然间就跑过来一个狗，然后我就害怕就摔倒了、啊、他可倒好啊，连看我都没看我一眼，追那狗去了。追狗去了？对。嗯，就是那你怎么样你能满意呢？那你首先过来不得先把我扶起来吗？问我摔没摔坏呀，关心一下呀。他追那狗去了，如果是你的话，你是不是应该把我扶起来？哥，嗯，我会追你的狗。为啥呀？因为那狗是撞倒你的罪魁祸首，先把狗抓住以后再来看看你怎么样，因为是狗，它不是车。如果你被车撞了一下，当然了，第一时间会考虑到撞不撞坏呀、啊。一个狗，你个年轻轻摔一下无所谓，但他必须把那狗抓住，抓住小狗就能把它主人给揪住，就问问他主人，你为什么不拴狗链？为什么不看好你的狗？今天是把我女朋友给吓倒了。打比方，如果明天又是一个七八十岁的一个老人摔倒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那么你这狗天天出来，天天出来，广场上所有那些无辜的人不都会被吓倒吗？他是为了拯救全广场的人，说大了点就是拯救天下苍生啊，他是大爱呀、啊、没有大爱怎么能有小爱？做的真是没毛病，他做的对的。哎呀，行行行、哎、算他有大爱，算他有大爱、啊、你要理解做的好，他是对他的。他我再跟你说一个，还有一回我俩约会啊，那天晚上我记着挺冷的，我穿的有点少，他穿的挺厚，我就说我有点冷，然后他说我比你还冷呢，之后他还埋怨我啊，这么冷了你为什么你不多穿点呢？就这个事儿搁你身上你该怎么做，峰哥？
他这个事儿，这个分手是对的。 等半天了，啊，是吗？啊，等，把车停了，啊，哦，走了，老胡，来了。 还是你开呀？我开。老胡，来，干啥呀？会骑不？自行车会骑啊。这个第一是环保。 第二，像咱这岁数啊，应该活动活动。我特意给你弄的牌子，凤凰的，你等于骑个古董。哦，上下班这么溜溜达达，活活血。我今儿让我骑自行车上班了啊！你愿意骑骑，我的意见是骑的最像挺好。哦，哎，骑骑骑啊，运动运动啊。小燕啊，他骑自行车去了。好。 这有锁，那钥匙都搁顶上啊！看见了，啊，好，爷爷记住挺好。40分钟也就到了，每天让他早点出发。不，王大达，你啥意思啊？啊？不是，你在怎么来讲？人是咱家的客人，你这干什么呢？不是，这都这个岁数了，你这骑个自行车多好啊！ 就是锻炼身体呀，你得考虑人家身体。我俩顺路一起上班不正好吗？你给，骑个自行车就骑个自行车呗。你要愿意讲，我也给你配台车了，行不？行，我看行。他话挺多的，你说你开个车，他跟老唠嗑，危险呢。 这么大岁数了，你就骑自行车，哎呀，咋的呀？能安全吗？比坐你这车安全，你这手法。慢点儿，你等一会儿再上班吧。忙啥呀？你说你急的。 怎么了呀，老胡？掉链子。这，你不要了，不要了，来来来，上车，把这车扔了。那哪能扔了呢？你扔了，我咋向大家交代呀？不能扔，没事儿。
你快走吧啊！你别迟到了，我这又没事儿。哎呀，这自行车你别修了，别修了，你修它干嘛呀？要不先放我后备箱。能搁下吗？能放下，试试来。啊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啊！还能搁行吗？能放吗？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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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进来了，这行，没问题。走走走走。问你家奶奶，吓我一跳呢。找那谁静言来了啊？他现在有个非常重要客人，如果您有什么事的话，可以在这边等一下。啊，行，你这边。哎，啥户口的？没有，这不路过碰着你了吗？碰我咋的？我就问问你，我说你来干啥来？溜达玩来了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就问，好好问，换一种状态，能不能亲切一点？行。哎，老四，你上那溜达玩去了？我愿意。你呀，不用跟我整些没用的，还假装不回答我。你来干啥我知道，你不就来找金岩来了吗？我不是来找金岩，不是，我是来等金岩来的。你呢？我不是来等他，我是来找他来了。你长沙回来了？回来了，向您报道。哎，这次 WiFi 学习怎么样啊？感谢您给我出去学习的机会，我学到老多东西了。那咱们坐着谈，好不好？好，您坐，您坐。来来来，上山呐，那你就简单的介绍一下外边的情况。王校长，我就举例子说啊，首先说监操，人家别的学校跟咱就不一样。你看啊，咱是不是广播体操完了一二三四？人家外边很多学校啊，现在跳舞。学校自己编的舞蹈，校长带着跳，而且那音乐特别欢快，学生跳的可起劲了。一个是活动身体，再一个跳完舞之后，那学生走道啊特别有气质。哦，现在外边都这样了。还有啊，人家大屏幕教学，那大屏幕啊三四百学生一起上课，都不用老师，屏幕自己就带讲解的，我全记本上了。等有时间啊，我一项一项跟您汇报。好，好，好。我还有个事要通知您，教育局给我打电话了，正式任命你为我们松山小学副校长。感谢领导，感谢王校长栽培，恭喜恭喜啊！我心里清楚，这都是您的提拔。哎，那是你个人努力的结果啊。来，你坐，坐着。王校长，我这次回来。在哪儿办公？哎呀，现在你也知道我们学校的状况，要不然十多个办公桌，我们就一起工作吧，好吧？那不好，我在您办公室工作呢，那不行。我觉得没啥的呀，一起工作挺好。那这样吧，我到基层去，和这些科任老师、班主任老师在一起工作，行吗？你看他荣升为副校长，让你下基层，不有点取材料了？没，在哪儿工作都一样。而且呢，我和他们在一起，学校发生什么事了，我第一时间就能知道，马上就能跟您汇报。
那就委屈你了啊。不委屈。还有，我在外边学习呀、对咱学校的情况也有点了解。语文组肯定缺一个老师，对吧？我马上就去教课。现在不缺了，教育局呢又派了个新的语文老师，下午就到。那这样，不管哪个科任老师有事儿，我就顶上去，我啥课都能教。好，好，好。行，那我不打扰您了。好，我就下去工作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通知所有老师，咱们开个会，庆贺一下。就不用了，大家也都熟悉，谢谢校长。好，陈总，那咱们就常联系。好，再见，金总，你先忙。好好好，回燕，你是金总吧？啊，叫我金岩就行。那个，你是杨哥吧？叫金岩就行，说吧。大岁数了，管你叫哥。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象牙山的，象牙山玉田花圃，就是方圆10公里左右都是用我家的花。哎呦，你好，师傅。你好。鄙人自我介绍一下，我呢姓谢，名广坤。象牙山呢龙头企业有两个，龙头您明白吧？我明白。哎，两个龙头企业都是我们谢氏家族的。不客气地讲，我可以说是象牙山首富。哎呀，你好。你好，你好。是咱们象牙山的是吧？对。那咱们进屋说，外边冷。好，进屋去。来，请。你请坐。哎呀，请。来，坐。来坐，师傅。哎，先喝点水。哎呀。别客气啊，来，好。二叔叔来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广坤，你赶紧回去吧，你在这吼啥呀？赶紧接接孩子啥的，是不是？我跟你讲啊，我从来就没干过这个活儿，这活儿都是我老婆子做的事儿。倒是你呀，老四，你应该回去了。二位叔叔。你们到底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先说两句。听说你过几天要上我们象牙山村去是吧？啊，对，我一会儿就去，然后过几天呢，在那个象牙山就住下了，可能还能赶上你们那个厨神争霸赛。那你要去之前呢，我有点事儿，我希望你能非常真实的去告诉我。啊，您说。你现在是不是单身呢？啊，我现在是单身。如果说要是没有对象的话，你不用着急，也不用着忙。现在我手头有一个，我的亲侄女，150，你看你这边有没有什么心情？岁数啊？啥玩意儿岁数啊？啥150？身高150。你看我还嫌岁数呢，你这岁数要150的话，你搁地里得先往出刨啊！你唠是人科吗？你双向150，身高1.5米，完了体重150，300啊！别跟我说话了。但是老四，就你说这话，你也不动脑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这是给人介绍对象呢？啊？你看人进柳林往那一坐，人家长相、个头、各方面的仪表啊，你能整150的呀？你那不埋汰人地缸子呀。靳总找对象必须得是1.8米大个模特级别的，皮肤又白又细，这跟人家才般配，才叫有排面。你那啥呀，你还亲侄女，你说的也对，你侄女跟你长得还差不哪去。二位叔叔，那个我那个个人的问题呢就不劳你们操心了。谢谢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现在这不有外人吗？有些话你也不好说、到时候你进村再说吧。这个事儿我心里有数了，你静听佳音啊。好，谢叔，您慢走啊。好，放心，指定办好。哎，好。象牙山村民这家太热情了。那现在小爽就是彻底不同意我二哥了呗？哎呀，难怪人家不同意，你二哥直肠癌。什么？我二哥什么时候得直肠癌了？直男癌。你放这耳朵，我听个直肠癌，吓我一跳。哎呀，啥来着？
回来了。你啥时候来的？啊，我来给你送苹果来了。搁那儿。吃这个，糖心儿。嗯。给送酸苹果，对你真好。其实你俩说啥我都听见了，我也知道你俩为你二哥这事儿挺着急上火的。其实我认为大可不必。你二哥呀，跟小爽呢再重新开始，我认为是不大可能了。其实我倒有个好办法。你能有啥办法呀？我俩都想不出来呢。就在你二哥的面前，找一个各方面条件都比你二哥差的人，让他处个女朋友。两个人在你二哥面前呢，就秀恩爱，刺激他，从而呢，让你二哥燃起爱情的火苗。啥破招啊！我还以为啥招呢，就这招啊！不行，啥玩意儿？低级。我想一个吧，找一个和我二弟年龄差不多少的，再找个女的，啊，两个人在那搞对象，让我二弟看到，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。怎么样？你跟我说的那不一样吗？那么一样吗？你是火苗，我是火焰，他俩燃点不一样。你像火苗呼哒呼哒呼哒，整不好就灭了。我的火焰呜一下着了，那么一样吗？这招太高了。关键是招行是行，我找谁演呢？大哥，不行你就上呗。我上不了，你早上怀孕呢，我搁这演戏。他还以为是真的啊！对，那还找啥？不现成的吗？谁呀？我呀。为了你二哥的事儿，我可以上啊。咋的？你想找个女孩秀恩爱啊？我哪有那胆儿啊？我这心小，里边装的都是你。我的意思就咱俩呗。在你二哥面前多亲热亲热。啥？不是，就是亲密亲密，就是走的再近点呗，刺激刺激你二哥。你可拉倒吧，我二哥还不知道咱俩咋回事啊，那能刺激着他吗？哎，有个人行。谁呀？我。嗯，不是吗？对对对，舍你其谁？你可是咱象牙山颜值担当，也是咱象牙山最靓的色儿啊！哥，你具体说说呗，我哪儿帅？哪儿？咱们还是说说那个女孩吧。那女孩啊，大个一米七多，长得是非常漂亮。哥，你这么说，我都抽泡面了。抽泡面了吧？嘿。整不好还得假戏真做呢。假戏真做啥意思？没明白，就是你俩演戏的时候是假的，通过演戏你俩把它成真了，走到生活里边成你对象，是这个意思啊？就俩人就最后在一起了？那可不咋的。哎呦，要我说咱山川哈，上上下下老老小小属我峰哥对我最好。哦，谢谢你。这不明白了吧？哎哎呀，咋胸有成竹那小样，你咋的？后门挖完了？话唠的难听，什么叫挖完了呀？这叫什么呢？这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未从打仗，你得摸透对方的敌情，你得知道对方是什么情况啊，这样我们才从哪方面去下手，那绝对是应该叫战无不胜。要我说你吧，就别整那歪门邪道那事儿，那咋地就是咋地，那就比赛做菜，那咱就比，哎，谁做的好吃谁就为赢，就完了。原本吧，我寻思给咱家那个赵群呢介绍给那谁，结果人家对方
结果赵群没看中人家，你知道吧？赵群没看中人家，嗯，不会人家没看中咱赵群吧？这玩意儿都是互相的。介绍对象你也是，你得看上差下差差不多少的，那差太悬殊了，那不可能的事儿。再者说了，人家晋阳搁淘宝店，人家小姑娘有的是，你想搞啥玩意儿没有用你介绍啊，挺多余的事儿。你这话说的，咱们就是为了关心他的婚姻上的问题，我们呢就从这点下手，就是让他买我账。你明白，买完我账之后，到时比完赛，咱们10万块钱得了之后，完了咱记着，他只能他乐意成就成，不乐意成拉倒，那钱到手就完事儿。我的妈呀，你想的可美了。那介绍他想找啥样的呢？找大个儿，还得白的，还得干净的。你是咱们农村是上哪找去？大个儿里有，咱村里头，村东头老陈家他家那丫头大个儿长的，你看。1.72米，你能行吗？人孩子都6岁了，人家是找处对象的，不是找临时工。我说的不就是这事儿吗？你好看都叫你挑走了，你说那话说的，还哪有几个好看的了？你哪个好看不处对象了？还等他呀？你再帮我想想。哎，对，咱老看直播不有叫大爽那个，那小丫头长挺好看呢。他没搞对象呢。对呀，他行啊。他行，那人家能看上那个，看上他吗？什么话呢？我这玩意儿不得我去亲自出手吗？出手我一介绍就不就成了吗？裴校长，这是我们新来的语文组组长严东东老师。裴校长你好。你好。严老师，这是你的办公桌，都给您收拾好了，以后您就在这办公。小张，嗯，你还有课吧？对。那你上课去。好。严东东老师是吧？对。我叫皮长山。我知道。这样吧。我带你熟悉一下学校环境，另外呢，把语文组的情况呢跟你介绍一下。好，你来。特意来找你，有事儿吗，四叔？啊，找你就这个事儿呢，就是特别严重。咋的了？就是关于你，就是你的婚姻问题，完了我也愿意替为你操这个心。啊，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，四叔？啊，因为啥呢？你长这么漂亮，完了年龄也正好。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现在是不是单身呢？是啊。没处过吧？没有。那你想找个啥事儿呢？大概呀、啊？当然是找一个好一点的了，对我好点的，最好是一个白马王子。哦，那他可能来了，就是他不白吧，倒不怎么太白，肤色反正调呗，倒是。谁呀？就是晋言。晋言。嗯。是，晋言就是这小伙，我看他特别适合你的，你看你俩找个机会见一面呗。我也不认识这个，你有照片吗，四叔？没有啊。那他家哪儿的？不知道啊。你啥也不知道，你给我介绍啥呀？不是我就知道他在那个淘宝服务站上班。四叔，我看出来了，我要是不同意见面的话，你明天是不是还得来找我？对呀、啊。那行吧，为了不让你折腾，我答应见一面吧。你怎么调我们学校来？上级安排的，教育工作在哪都是做，我对这所学校还是挺有感情的。
杨老师，你来之前咋没给我打个电话呀？我没想打扰你，怕嫂子多想。严老师，你可就别严老师严老师的叫了，多生疏，认识这么多年了，叫东东吧。东东，你这一会儿多少年没见了？十年了吧，真快呀。你都没有变，还是老样子。还没变，至高都上六年级了，老了。要说没变呢，你还跟以前一样年轻。谢谢。我问一下，你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我还没有结婚呢。还没结婚？嗯，这么多年也没遇见一个合适的人，我也不愿意将就，自己一个人挺好的。啊，但是。校长好，校长好。啊，腾飞，永强家的。这么大了？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是你们语文组新来的主任严东东，严主任。严主任好，严主任好，严主任好。哎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你们没课吗？我们之前体活课。那去吧，回班。那个，东东，嗯，我还用把语文组的情况跟你介绍一下？不用了，不用了，当了这么多年的老师了，这点工作没问题的，放心吧。啊，放心。也快下课了，那你回办公室吧。好。那我先去准备了。哎，哎呀，抓了。广坤叔。啊，你这要出门啊？嗯，我出去。哎呀，我今天过来看看你，你没觉得你最近的运气是不是比以前好？挺好的。对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有我的关心。说实话啊，叔每天看你直播呀，太辛苦了。个人问题呢，你也没有时间考虑，这不是吗？叔一直啊就关心这个事儿。我最近就碰到一个人，这个人非常优秀，各个方面都好。我现在给你介绍介绍，啊，完我也跟他说你的情况了。我也说小爽那人怎么怎么怎么样，特别好。哎，他也非常同意。他说叔，那你先给我打个前站，给我介绍介绍啊。这不让我拿点礼物，完了先送给你。啊，哎，介绍谁呀、啊？介绍对象啊？啊，你别给介绍了，小爽子，我都给对象的事我都给定完了。你定的谁啊？我定的是静言。静言？嗯。那静言是什么人呢？你给人小爽就定啊？那你定的谁呀、啊？我定的静言呢。你走吧，爽。四叔，那行，那你俩先定着啊，完定好告诉我。行。嗯。不是，那好了，那我走了啊。不是，是吧？你看我还那个见面的时候多穿点衣服啊。不是老四，你啥时候定的？刚定完呢，有事吗？这想我有点低估他了。哎呀，我早点来好了。错呀、啊！天上升起一弯月牙。月牙弯弯，
正把那个月光洒。啊，人都管月牙叫月老，月老儿转吧转吧那个红线扎，红线儿扎紧两颗心，两颗心为啥就不在那个一疙瘩呀？啊啊啊啊啊！夜深了，月牙出来了，月圆了，心儿更亮了。今晚夜深人不静，都等着月圆，月圆进咱家吧。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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